合作，邀请好友。哦，好的，邀了邀了。Shift tab。哪一关啊？我忘记了。第四关，是吧？避难宝，是第四关吗？你看看到了，不是第五关。第五关吗？好像玩过，他会打勾，我现在才看到。而且它上面会写你玩的那个难度是什么。Yes，来吧。哦，这超难的。不要开始了。希瓦绿洲。Go go go！来吧，跳过跳过跳过！怎么跳过？OK，哎，啊！太快了，好不熟悉哦，又恢复陌生感了，糟糕，怎么玩啊？这怎么玩？等一下，他怎么用望远镜？滚轮吧，B，B，B，他走了，不他走行，了，啊，怎不么行，暗要，杀？暗杀是 F 吗？对，算了，去死吧，快跑啊！哇，被看到。杀他！哦，痛痛痛！Yes，又是那个什么，按狙击键的时候右下角的那个图案是新增的，就是子右弹的。下角，你按狙击键，你看右下角。本来就有啊，喂，本来没有吧？有啦，没有，真的。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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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痛！我不能开枪，为什么？因为被打死了。没有啊，躺下好像还有另外一个阶段。我现在还没躺下啊。你没子弹了吧？有啊，就啊，怎么救啊？啊，空白键。我刚刚一直按一，为什么不能救？看 好喘啊！哇哇哇！打到了，哪边啊？对面。看到，是。上去。Yes。怎么有人握上来闸啊？了，Z 吧。没反应呢，奇怪。战役是 C。妈的！
我要死了！天啊！我救你啊！要不要？<笑>要杀我！<笑>哦，死了！干！<笑>怎么爬到地啊 ？Q 吗？还是应该那个空白键吧？啊，对，空白键。 这么弱，有这么弱吗？<笑>这么久没完全不会，没有啊，我死了，<笑>欸、不是吧？没有，摔到旁边而已。来来来，哎呀，没有啊，因为游戏都是第一人称射击啊，所以搞混。上去 ，Go。 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楼梯爬不上去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爬到，你在干嘛？我现在处于一个很诡异的状态，我浮在空中哎、欸，<笑>为什么？等一下，哎、欸。 为什么？哪里呀、啊？我掉到一楼了。哎、欸，完了，这游戏要结束。<笑>为什么我刚浮在空中啊？好奇怪。bug 吗？应该是。<笑>啊！又重来了。冲啊！烦哦、喔。快疯了！我想用近距离的玩。 什么近距离的玩？不然的话太远太，是我错觉吗？为什么按蹲下它都会慢慢的？因为那个狙击枪如果一直跑的话就很难打。对啊，近距离就没差，就可以打很快。 哇！安安安！滚！Yes！再来！哦，我们技术都变好了，太棒了！呵呵。 枪，哥哥，底下还有人，我看到，啊，去死吧！
声音跟游戏声超小，等一下，看一下，声音跟游戏声超小，那就代表说你的喇叭要调大声。走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加速。你下去了。Go。可以怎么搜寻尸体啊？Z 啊。啊，Z。Go。Good place to hide my shots。先杀掉另外一边。左边吗？这边。右边。右边。呵呵。啊，先走这边。休息一下。你杀掉了，对啊，把我打死，碎了，救我救我，你死掉了吗？没有，把我打死，因为我剩一格，是啊，没事，一枪还不死，我们上次玩最后是怎么输的、啊？我忘记了，被坦克打死了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最后还有坦克，都忘记了。那三个军官要怎么解？我忘记了。就等他，等他结束，然后把他们杀了，是吗？对啊。好多人，好多人。哪里呀、啊？哪里？等一下啊！死了。那边前面有个近距离的。看到，啥的？怎么回事？啊，先救。哦，接下来。下面好一只。是是。是哦。哇，我又快死了。打一下，等一下，去死吧！好、哦，一枪。等一下，好恐怖！白痴哦！啊，我们应该躲在，等一下。我们要互救，应该先躲起来。我们下次要躲起来。啊，傻哎、欸！你干嘛？我卧倒滑下去了，结果没扣血，吓死我了。快换，杀我，杀我，杀我！
来，我们躲在一个角落撒吧。来来来，找掩护。哇，这个复活术太贱了吧！这游戏哪边有人啊？右边吗？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要先指左边啊？有吗？左边有一个人，远远的。哎呦！那个塔上吗？哎、yes. 欸，左边，左边那个好像要先去吧。对啊，好像是。走吧。打太多次又乱跑。左边这个要先开箱、开抽屉吧，我记得。我记得这边很多人。好喘，好喘。好诡异的姿势。哎、欸，那个79101先生打来了，我把他邀进来。哎，你密我。喂，等下我开台，我开台。你要干嘛？你要找我玩那个、哦？找你，对啊，我们现在在玩别的、欸。我发现我昨天玩那个很夸张哎，我昨天不是玩一玩就去睡了吗？对啊。干、我关掉游戏之后头就开始晕了、欸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过还是会玩啦、啊。可能不要玩那么，昨天玩多久啊？一小时不到吧。感觉这么短了、啊，那为什么会头晕？太扯了，不习惯吧？真的很夸张哎！我以前打 CS 都不会这样哎、欸，敢打到后面突然变这样。我这跟 CS 差蛮多的，就是那个视角的关系啦。对啊。啊，我太久没玩这种游戏，就身体就有点承受不住。你老了啦，我老了，承受不住，老了就说老了嘛。老了老了，快快快拆！救我救我救我！哎救我救我！你要干嘛？再老也没有导演老啊！你干嘛趁他不在说这种话？被发现了！哎、欸，你血很多，两个啊两个。哎呀，走吧走吧。导演什么时候下班 ？Who knows？玩、欸、什么时候下班？我们哎、欸，我们用这个连线之后，我们还可以玩什么游戏啊？很多呢、欸，很多啊。那可不可以玩一个不要用这种视角的游戏啊？这样我会比较习惯。欸、有没有不要用这种视角？通常 Steam 的游戏都这样子啊。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讲，你不玩第一人称，你会错过一半以上的游戏。哦，这没办法，这是我身体使然，不是我不愿意尝试啊。是可以练，我觉得可以练啊。真的、啊，真的，你玩久，真的就不会晕了、啊。真的假的？所以你们一开始玩都会晕吗？我以前玩 CS 也是玩一开始十分钟、十五分钟我就晕了。真的啊？就被送哦。你知道大吉久了就不会了。我知道大吉怎样？你知道大吉他？我跟他上次下午玩四个小时、欸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就那个什么盖房子，后来你们房子有盖好吗？有盖一层而已。哎、欸，有敌人，应该是火箭炮来着。我觉得我们晚上的时间玩的话，会有其他人可以加，我们就可以杀玩家了。充弹药，你说 on turn 的吗？杀玩家那个？对啊，只要正常时间玩的话，应该会有人会加。来吧，爬上去吧。来吧，赶快破啊！这刚玩几次啊？超多次的，六次不下。
是死超烦的啦，真的没有不是第一人称视角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上来，为什么没反应？有啊，我要两个一起上来吧。啊，对面还有一个是吗？哈，等一下，我们还要解哪里啊？不是在这里吗？哎、欸，啊靠！哎、欸，看一下地图啊。对啊，不是在这里吗？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没解？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对啊，没错啊，这里啊，没有其他星星啊。高射炮吗？等一下，是不是高射炮？好像是哦。啊，外面还有一个88公尺远的那个要解。啊，烦。我们可以玩昨天导演贴的那个、啊、类似 DOTA 那个游戏。真的假的？你愿意玩啊？可以啊，我没有那么夸张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把我讲得很好很夸张一样。我以为你有，白痴。那个没有很无聊吧？你说哪一个导演贴那个吗？对啊，那看起来比较好玩、啊。那种白友，你刚刚讲什么？我说看起来比较好玩、啊。对啊，真的哎，看起来很好玩。不然我们今天玩玩看那个好不好？啊、不要。干，那你刚才讲那个屁话。你刚刚为什么说我们可以玩玩看啊？其实你跟心里就是这样想，做表面嘛。你心里就不是这样想的嘛？看吧，那你刚刚不是自打嘴巴吗？你不要把我想那么夸张嘛，其实你就是这么夸张。你不要讲那么明白嘛。没有，我太了解你了。哎、欸，我升级了。哎、欸，不要在我前面！啊、哪里呀、啊欸？我们要去哪里啊？上面吗？啊！啊，我知道要去哪里，要炸那个，丢、啊、手雷炸那个。对啊。谁在开枪？走啊 ，Go Go！ 没人了吗？看一下，应该是没了。走吧。你要丢吗？好、啊，我试一下。哎、欸，啊、这样子。哎、欸，防成功了。哎、欸。太扯了！我站在旁边也被炸到，我在这里耶，隔墙还可以有伤害，超屌啊！回去吧，用跑的，冲啊！你那个79101。791，要不然你先去查那个怎么下载啊？你说导演那个、啊？对啊，你先摸一下，然后到时候再分享嘛。我先摸一下。我说先摸一下怎么安装之类的。我摸个两下好了。可以啊，你可以摸个十下。摸十下太久了。巫师大战，巫师大战是哪里的游戏？他有讲吗？他也没讲啊。你可以用名字去查。Google 吗？看起来不知道要不要花钱欸，又花钱我就不可能会玩啦、啊。欸，好像是魔兽争霸游戏耶，啊，又有人说是 Steam 的，奇怪。I have to wait out the alert or take 警报解除前，啊，还要把人全部杀光。巴哈有在讨论这款游戏。看起来超好玩的 ，fuck。我们应该去把《魔兽争霸》下载回来吧。有这么夸张？其实我其实要下载的话，我愿意。小游戏。对啊，那个以前玩的是超嗨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突然就没玩。现在是要干嘛？等什么？啊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哦，该死的军官，赶快走！
爬下来，而且还不能杀，超烦的。不啦，标准下。还有一个，好，慢慢等吧。我快点了，烦死了。什么啊？一堆都不能看的文章。太酷了吧！好礼物，好。哦，还可以这样啊！我今天剪，我今天剪影片的时候，有听到你说 Unturned 很好玩诶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说哎、欸，还蛮好玩的、欸，对啊，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对啊，真的看起来蛮好玩的，只差会头晕，其他我都觉得还不错。真的，这我没有在开玩笑的。丢石头会怎样吗？不要不要。Steam 啊。动作快啊！你们这些整天不知道在干嘛的，整天在走路，不知道你们等下就要死了吗？还这么悠哉？等到炸坦克哎、欸！好像要序号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！我就是要购买啦！那我才不要买嘞！可是有人说这是免费游戏，到底是啥小？应该有 demo 版的吧？啊，他说什么在下方填入信箱就可获得序号？为什么我觉得是胡乱的、啊？我贴这个东西给你看，可是有人说活动已经结束，不知道到底是啥小？啊，限时活动啊！没关系，我在 Steam 上面找找看。Steam、如果你觉得一款好玩的游戏，你愿意花多少钱买？看是多好玩，看我可以玩多久。如果英雄联盟要卖钱，你愿意花钱买吗？可是我原本就知道它已经免费，你当然要我花一千，我不可能会买啊。我原本都已经知道它免费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它刚出的时候，它就是买断制的、啊。买一个账号才能开始玩。我觉得我不会买，因为我觉得这种 DOTA 游戏，我要玩免费，我到处都玩得到。这一款游戏凭什么要花一千块？可英雄联盟做得很好，你不觉得吗？如果它造型都不用钱的话，我可能可以考虑。啊，你如果造型不用钱，你会花多少钱买？等一下，完了，被发现，要被发现。等一下，上去，上去。我觉得我花不到一千呢、欸，魔兽。魔兽魔那个什么 ，iPods 也没钱啊 ，iPods 那个卖多少 ？iPods 那个卖多少？有好不好？一千多吧。iPods 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等噪音等噪音。那我当初为什么会买 iPods 3啊？到底为什么、啊？期待吧。哎、欸，被看到了。啊，烦。欸、免费耶！我先下载好了。好啊。干嘛？快杀他！他说我已经有这个游戏嘞，我明明就没下载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游戏？他说你有在。杀了他！从上面。你杀左边那只。死了死了死了！石顶。将他的死伪装成意外事故，请问知道怎么伪装？失败了。哎呦哎呦！哎、欸，你不觉得玩免费游戏很那个吗？很怎样？你觉得有点不好、欸？我可以讲给你听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刚才打我是吗？我没打你啊！哎、欸，有人哦、喔。我刚才神血了，有枪有枪有枪，谁？呀，你死了！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我一直被打，等一下，人在哪？
啊，我看到弹道了。不要，我先躲起来，好喘。我看到了，太贱了吧。OK。杀他吗？杀了杀了杀了，救吧。因为你不买，你不买游戏的话，游戏公司都赚不了钱，那他怎么做游戏给你玩？他既然敢出免费，代表他有其他赚钱方式啊。就是出商城啊，那你觉得商城好吗？商城哦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很适合，很适合某一种族群的玩家，就是那种像我这种的，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在一款游戏上面的话，可以什么都玩一点，什么都玩一点这样子，这样我就不用花什么，不用花费什么金钱下去玩我的经营我的游戏兴趣这样。那假如我真的想玩的话，我再花钱那也没什么不好的啊。可是如果他会破坏平衡呢？你说那个游戏破坏平衡哦、喔？对啊，看多夸张啦！如果因为那个游戏没有花台币就玩不下去，那就不要玩了。等一下、啊，哎、欸，那个我尸体要搬着吗？不用吧。哦，好。啊、哦，看，等一下你不觉得？坦克，开过来吗？哎、欸，干没打到？哎、啊，被发现。绕一圈好，绕一圈，好恐怖啊、哦！一被扎到直接秒杀哎、欸。我放一点炸药在入口好了。他会走哪里啊？干！来！多气啊！可以，这样可以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两个站开一点好了。I wait, I can mask my shots. Yes. 哎、欸，爆了！成功，碎了。这么多啊！你现在有空吗，白浩宇？没空啊，我现在生存。Go go go！ 来，终于、欸、破了吗？破了 ，Yes！ 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被打了，哎、欸，怎么回事？还有啊，真的假的？没有吧？哦，同盟的来了，刚才一开始被打的那个啊、哦，还有，逃出，哎、欸，不是吧？还有哎、欸，消灭狙击手 ，Fuck you！拜拜。Yes。呀，终于过了。You say so. You say so. You say so. 七九一零一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啊，你现在忙完了、啊？我现在打完一关了，怎么样？我想给你看。其实也不是多重要的东西啊，一个照片。好啊，贴一下。怎样？你看到了吗 ？Who is she？ 然后再看一下 ，her 啦 ，her 吧，啊 ，she 啦，都可以啦。看这个，小白看这个。哈哈哈哈哈。同个人呢、欸？大家去看 YouTube 那个。哦，每个都是卖牛肉干。然后看11分钟以后5分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一集，没看过哎、欸，你看11分钟以后，Wizard Wars， 等一下，我直播先断一下好了，干。